好。You are fast. Okay, you are fast. Okay. 我很快，你很快。哎呀，你们已经，你们已经。来吧。Someone 是不是某个人？对。他可以做三件事。这个某人可以做三件事啊。他可以很形容词。这个某人啊，他可以很形容词啊。我很调皮啊，某人嘛，某人可以这样啊。这个 someone 也可以有，他可以有东西嘛？这个某人也可以有一盏台灯、两支铅笔、有一支安迪哥、有双语字典。这个某人可以有东西，对不对？第三件事情是什么？这个某人可以去做某个动作。这个某人可以回家，他可以去上厕所，他可以跑步 ，right？ 都知道咯。你们看我这里哦， someone 是不是可以做三件事？他可以很怎么样，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将如何吧，这个 someone、yeah? 还有一个字叫 everyone， 对不对？每个人每个人每个人可以做几件事？三件事。跟我看着我， 你们听懂了，你大概这辈子想讲的英文都不用再学了，你多背一点点单字就好了。每个人是不是都可以做三件事？看着我，我们每个人可以干嘛？我们每个人做三件事，可以哪三件事啊？每个人呢？我们大家嘛 ，everyone 就是大家嘛，我们大家一起啊，大家一起很对，我们大家很怎样？很快乐、啊。我们大家很一起哦，一起有什么？一起有灯，一起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一起有一堂收获满满的课程。一起有很多东西，来，最后一个咯，我们可以一起干嘛？做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动作嘛？下课了。对，可以一起下课，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动作。这样是不是某人可以做三件事？每人可以做三件事 ？Yes， 今天要教的最后一个咯。除了某某人跟美人，除了某人跟美人，还有什么人？没人。对，没人，没人啊，没人叫什么 ？No one。就这三个，来吧。开始，我不要跟你们玩这个游戏。开始，斜着拿，大声，大方。No one， 开始。No one said。同学，很有将，知道吗？来 ，No one 什么 ？No one is sad。大声，大方。第二句。No one is sad。
No one is green. No one is big. No one is happy. No one is sad. No one is mad. 这样知道了哦。五句开始。No one is green. No one is big. Is. Is. 对。No one is happy. 对。No one is sad. 对。No one is mad. 非常好。No one is sad 是什么意思？没有人伤心。什么叫没有人伤心？就是每个人都快乐或者。哇塞，每个人都快乐，英文怎么说 ？Everyone. Everyone， 你讲这样我就讲完了，我就听完了。你还记得 ？Everyone is happy. 对，超厉害的、啊，懂喽？下一位，我们要替桂圆粉圆为粉圆鼓掌。来吧，没有人很绿，没有人。你现在在干什么？我在讲中文。你怎么讲中文？你讲的好开心哦，你。就是翻译啊，翻译。塞，翻译，好了好了好了，来吧，没有人这样。没有人很大，没有人很开心，没有人很伤心。没有人很生气。哇塞，那普天同庆，英文怎么说啊 ？Everyone is happy。中文叫什么？普天同庆。普天同庆还能怎么说啊？同学。No one。is sad。 普天同庆你有几种讲法？有三种。普天同庆有三种讲法。哇，第一种是什么？ Everyone is happy。 第二种讲法？ No one is sad。 非常好，下一位。洪正祥，发出声音，开始。我讲。好，你不可以再讲 someone is tall， 也不可以讲 everyone is 衰，你要讲什么 ？No one is happy。对，为什么？很臭。对。你看哦，你会讲英文咯，听到屁声，你有第七种讲法了，你知道吗？听到屁声，你刚刚讲六种讲法嘛，你现在有第七种讲法叫做，哎，听到这种声音，没有人是开心的，知道哦。你也可以说第二个 ，No one has a 什么？开始。No one has a 屁。不对，不对。他在这边，不对不对？你要说，哎，没有人有屁，没有人有治他的办法，是不是这样？懂吗？没有人有那个塞子，知道吗？那最后一个啊，没有人动作嘛 ？No one will 怎样 ？No one will 制止他。对，对。对，百分之百正确啊，百分之百啊。No one will stop him. No one has a solution. No one is happy. 是不是这样？下一位，来啊，等一下，好，来、啊，好，好，好，然后呢 ？No one is.
happy。对，没有人开心吗？你也可以说哦，你会讲好，非常好啊。有人放屁。哎。No one is happy because 什么？ Because 每个人都放屁了吗？ Someone Yes 放屁。对，就这样而已啊，就这样而已嘛，对不对？你现在讲两句话了嘛，你再讲一次。No one is happy because someone Yes， 你刚讲的英文大概是国中、高中的英文啊。No one is happy because someone 放了屁。Yeah， 知道哦，真的会哦，非常好啊。下一位，王晨翔，上。你刚刚等我，你就是等我。你很受欢迎，就对了。你有几种可能的说法？是不是 someone, everyone, no one， 然后再跟很有将加在一起，对不对？你有九种可能的讲法吧？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没有说法 ，OK？ 随便讲一个。Someone is happy because。No one is happy. 好，这是听到放屁之后嘛，对不对？哦，好了，你们这些人都很厉害。英文、中文什么意思啊？某人很快乐，因为没有人快乐。好了，好，佩服佩服。下一位。不用在意，我们不要再围绕在这个动作上了。那我就真反了。一二，好，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回到座位上。就这样，来吧，来吧， Some, 说 ，Yes。Someone it was。你要讲什么都可以，你只要知道你在讲什么就好了。Someone was。你不要一直去看这些字，你知道对不对？我只要你讲得出合乎道理的话就好了。你讲中文当然很好啊，来吧。Someone was sad because 没跟上老师说的话。哦，就动作慢就对了啦。你呵呵呵什么？他哪骂了八个人？一二三，他骂了五个人，六个、七个，啊，他骂了七个人。还没有关系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说，我问你个问题哦，你们现在，哎，看老师这里啊，拜托拜托，看老师这边，你们冷不冷啊？不冷，很热。很热，说吧。Everyone is hot。或者是什么 ？No one is cold。对啊。啊、可是我很冷啊。Someone is cold. Yes. 可是大家都不冷啊。No one is cold. 我冷啊。Someone is cold, but someone is hot. 应该是说 someone is cold, right? But everyone is hot or is not 啊，没错吧？因为是一比全部嘛。嗯，会喽。下一位，众人皆醉我独醒，有没有听过？没有。我跟你说，如果许昕有听过的话，我们就当场下课。有没有听过？有。有没有？下课，下课。Someone is lying， 说谎。不行，说谎。对，不能说谎。某人，我就不说是许还是谁咯。老师，你这不是已经明讲了吗？没有啊，他是许桂元。某人
不诚实叫做 someone is 不诚实吗？坏话，没错吧？好，那我再问你哦，众人皆醉我独醒，有没有听过？有。英文怎么说？因为要下课。说，开始。Someone is 不诚实吗？众人皆醉我独。我决定写下来，我决定，对，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我决定写下来。你把关键字写下来。不用关键字，我每个字都写下来。众人皆醉我独醒，就这样，来吧。Everyone is 醉 but someone is 醒。那个 someone 是谁啊？我。对啊，你是谁啊？ But I am 醒。就这样啊，再讲一次。Everyone is 醉 but I am 醒。就这样啊。那我问你哦，我教你一个字而已，我只教你醉哦，我只教你醉哦，叫 drunk， 我只能教你 drunk， 来吧。Everyone, 大声。Everyone is drunk, but I am 醒。你不能讲醒啊，你只能用你知道的字啊。But I am awake. No.他们是反义字哎。不用再 drunk， I am not 就好了。I am not 就好了，懂喽？大声讲我听看看。Everyone is drunk, but I am not。就这样，懂喽？真的懂？假设、啊、这边全班都男生啊。全班都男生，你要怎么讲？男生的英文叫做 male。Everyone is male, but I am not。对，中文怎么说？你知道吗？就大家都是男。知道。说。万绿丛中一点红。你真的超强的呢。不替他鼓掌，你们还要替谁鼓掌啊？你英文有够烂的，你中文有够好的，你看怎么办呢？哎呦，加起来除以二也可以了。万绿丛中，哇，你评价就厉害。万绿丛中一点什么？一点点啦、啊。我在乱讲，一点红。英文怎么说？派他当代表，知道吗？加油，说。Everyone is male, but I am not. 林依晨，来。No one is.对啊，什么意思？没有人不开心。什么意思？我们很开心。我们是多少人？全世界的人。每个人就叫做 everyone. No one. 同学。Everyone 叫做每一个人，对不对？ Everyone is 怎样啊？每个人都很怎样？ Everyone is happy。 对，也就等于 no one is sad， 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吧。那 everyone has a car 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有一台车。我们吗？ Everyone 是某人还是每个人还是没有人啊？每个人。
人。对，那什么叫做 everyone has a car？ 每个人有一台车。对，每个人都有一台车吧，是吧？那 everyone has a lamp 是什么意思啊？每个人有一只。都有一只羊。太阳了 ，lamp， 不是 lamb。Everyone has a lamp。每个人都有一盏台灯。很好啊，那 no one has a lamb， 那是什么？没有人有一盏台灯。同学。No one has a lamb. 没有人有羊。什么叫没有人有羊？就是没有人有养羊。这样知道吗？他没有家只。没有人有养羊。说。是没有人去的，因为都是阴性。这么好笑的。给你鼓励。没有人确诊，叫做 No one has a lamb。这位太高级了，这么高级的笑话。好了，下一位。No one has. No one was sad. Okay. Because. Okay. 不对，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就发纸给你们，对不对？然后送你们一张那个阿平哥哥跟我特地给你们的礼物哦，真的很漂亮的礼物。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车票？站票？机票？飞去，可以飞回家。你们拿这张机票可以飞回家。天真的飞的吗？飞也对。你真的蛮好笑的，你真专门讲一些冷笑话，你什么都不会，只会这个冷笑话，蛮厉害的。花花，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哦，每个人都要听，你们有答案可以帮花花抢答，只要答案是我开心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发纸下去做今天的课堂上的作业，然后拿这张很漂亮的门票回家，门票。啊！所以你在打赌吗？现在钱？撒钱？1000块，一张机票的1000块。这上面写的叫做I heard a rock in the morning, but now we have a star at night.I heard a rock in the morning. 哦，这是上次那句话啊 ，But now we have a star at night. 直接裂开了，扇子裂开了，对，就是画的把一颗石头往天空一丢，就变成开心门的心啊，这个，这你们写的对不对？我们一起写的吗？对啊。干嘛？柳暗花明哦。我们下次来弄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书签，要不要？还是要没有人养羊，因为那我们就这个书签就简单了。我跟你讲，这里就画两条线，不对，一条线就好了。这里画一条线，然后就是 No one has a lamb。好啦，我问你们问题要抢答哦，花花，你是先有英文想要表达，还是你是？先想的一个英文，以后再去想一个情境出来，去符合你的这一句英文啊。你到底是哪一个先呢？哎，你们其他人要回答我哦。到底是先有那个情境，还是你先想了一句英文出来啊？你说。老师，我都没在想。你都没在想，你呢？我先想。中文，然后再想英文。你先想中文，再想英文。我刚说情境，你把情境放哪里了？我放在你心里。情境啊，就是呢，先想那情境，然后先想情境。
然后中文，然后英文。嗯，没错。很好啊，情境先就对了啊，语言后就对了。啊，你是情境先还是语言后啊？因为我刚看你在那边先讲一句话，对不对？你就先说了什么 ？No one was sad。我就觉得很好啊 ，No one was sad。结果你说，嗯，不对不对不对，我想说奇怪，你为什么自己讲话，然后自己否定自己啊？我念错了，自首。对，可是你不用先讲一句英文出来，对不对？花花，我跟你说，你有没有看到这本书？哎，不对不对，我讲错了，我讲错了，等一下。等一下，花花，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支笔？哎，等一下，我讲错了，你知道吗？这样很奇怪啊！就你没有必要讲这句话，就不要讲嘛，对不对？你想讲什么就讲啊！你没有那个情境刺激，我懂啊，我们就帮你制造那个情境，好不好？哎，同学，对，帮他制造情境。哎，王同学，嗯，不是不是，他的音效师懂不懂？帮花花制造一个情境嘛。我手上你不要讲话，因为还没有轮到你。帮他制造一个情境，你们现在这个情境花花会讲话吗？我不知道啊。那把灯通通关掉嘛。关掉。不愿意，对，好，现在这样，你把你的关掉。这样对花花来说可能是一个情境，然后你可能想讲什么。有一个最简单的情境就是本班所有的同学都发出翁成祥那个放屁声，那绝对是一个情境啊。好吧，来啊，一二三，说。你现在总可以说一句合乎逻辑的英文了吧？说吧。同学，刚刚不是全部的人都做了这件事吗？那为什么会是 no one 呢？没有人啊。哇，你的耳朵还没有人啊？刚刚不是全班都做了那个声音哦？那为什么是没有人？你讲颠倒了，对不对？对不对？颠倒了嘛，颠倒了嘛。那没关系啊，颠倒又颠倒就把它改过来啊。你会讲 every 我知道，可是还没有轮到你啊。怎么说 ？Everyone 斜着拿，大声，大方，来。Everyone had 放屁声。Had 是吗？非常好啊，就这样啊。你用过去式吗 ？OK， 下一位，请说。Everyone。可以啊。But now,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特地在你讲的时候，我把灯打开，然后全部的人都学我，你有没有看到那件事情？没有看到，我再做一次给你看哦。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有吗？有。我再给你看一次哦，有一件事情，你看哦哈。这里是发生了一件事，没错吧？发生了什么事？你用中文讲给我听，发生了什么事啊？不要人。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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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乱讲黑板上白板上的东西嘛。你一定要把英文课跟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连在一起啊，因为你离开这个教室以后，你不可能讲妈妈某一个人是不是这不是在说什么，你懂吗？好啊，那你刚刚看到那个围观大家观，围开大家开，是不是一件事情？中文怎么说？你会怎么描述它？老师一打开，哎，对，类似，对不对？老师一打开，然后什么，其他同学就跟着打开。就这样啊，大声讲。老师一打开灯，其他同学就跟着一起打开灯。Yes， 你再说一次。老师一打开灯，同学就一起打开灯。没错吧？我再做另外一个动作给你看哦。好，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动作啊？这个你中文你会怎么说？老师一关灯，同学也跟着关灯，对不对？没错吧？嗯。那最后一次喽。你知道你看到什么事情啊？你看到一件什么事？你没有说错啊！你把你刚刚讲的再讲一次给我听好不好？你中文会怎么说啊？老师一开灯，同学也跟着开灯，对不对？全班哦，我跟你们说哦，你们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再去碰你们的灯啊，下个礼拜我就请我们的同事把灯通通丢掉就好了。有没有听到？你们回答我，有没有听到？有。好，你刚刚说的中文再讲一次。老师一开灯，其他同学也跟着开灯。全班跟他说一遍。老师一开灯，全班同学也开灯。就这样嘛，对不对？这是中文，这是你的母语，你要用英文来讲。刚刚那件事对不对？你要怎么讲？你怎么可能去讲说老师一开灯，其他同学就跟着开灯？这太难了吧？可是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啊，没错吧？那讲什么呢？你想讲什么？我开，大家开，你想讲什么 ？Someone. OK.Yes. OK.开灯，那个 someone 是什么意思啊？是某个人，对不对？嗯。好啊， someone is someone 很开灯哦。someone 对不对？你也可以说动作嘛，对不对？嗯。说啊。someone will 开灯。再来呢 ？But now. OK. Everyone is.对 ，A A 对不对？好 A 对不对？你开始 A 了，对不对？那就好了嘛，会 A 就好了。不是不是，你 A 就表示你懂了。刚刚那个动作是不是叫做大家都很怎样？整齐。整齐嘛，就好啦。你讲英文怎么讲？叫 everyone is 整齐嘛，不就这样而已吗？懂喽？来啊！这样英文怎么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不要把它想的那么难，好不好？你刚刚才说的，大家都很整齐啊。对啊，很整齐嘛，对不对？那英文怎么说 ？Everyone is 整齐。就这样子而已嘛。Everyone is 整齐 ，Everyone is 听话 ，Everyone is 照着做，有没有？他都这样嘛，一模一样，对不对？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很难，你知道吗？会咯。嗯。最后一位，来。啊，对，最后一位。对，最后一位。当然。你是这个。我没有啊，我早就念完了。真的假的？对啊。开卷了，来。开灯，看清楚声音啊！完蛋了！什么完蛋的了啊？你让我赢可以吗？让他赢啊，他就要你 ，OK？ 你们在干什么、啊？让我输可以吗？输了他也要。等一下，为什么？因为你是最后一个牌。啊，可以。没有，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你了，我那些啊，不是赢的人就不用念了。赢的人要念。赢的人念啊。哈哈哈哈哈！啊，你刚刚赢还输啊？还赢。哎，你很倒霉哎。好，再猜一次。剪刀石头布。啊，等一下了，你们不问清楚规则你就猜，傻子啊！对，不是。先问谁规则？你。当然是问我规则啊。规则是什么？规则就是汪成祥念。这不好笑，真不好笑，这真的不好笑。规则就是赢的人念，我怀疑你，除非汪成祥输。剪刀石头、你根本听不懂，对不对？我听得懂，然后我听得懂。剪刀
你听得懂就念黑板的字，开始。两雄必有其三，一山胜一胜，一败一败。胜败也可以了，你们要哪一个都可以了。这是什么？要胜还败了。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喽。你们现在是8:16，任何一个人，好不好？对。任何一个人会就好了。就全班。会什么？会什么？你要我就全班。把你笑了。发下去，来，一人一张。你们好乖哦，都放那么那个。一起说啊，谢谢阿平哥哥。谢谢阿平哥哥。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啊？知道。知道。好，知道就好。你们还有13分钟，可以爽爽的去那个玩，跟下课，跟画画，随便。真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来吧。中文。大声讲哦，预备起。两雄相争必有一败。英文怎么说？我给你一个提示哦，有一个字叫 win。win 是什么意思？赢。对，赢。win 是赢。win 是赢。win 是赢的意思。win 是赢的意思哦。就这样，你们两个上来。你们两个不刚不是要猜拳吗？赶快，赶快。一个人站椅子右边，一个人站左边。跟我说一次哦，学英文。学英文。大声讲啊，学英文。学英文。学英文。要跟真实的生活。要跟真实的生活。甲做伙，甲做伙，这是真诶，这是真诶，无拢是假诶，无拢是假诶。来吧，来吧，我数了哦，剪刀，剪刀，不要吵，卖唱，来，再一次，剪刀石停，剪刀石停，好，不要动喽，不要动了，两个人是不是在开始要那个了？是不是这样？看着他们两个，这是真的同学还是假的同学？假的。他们两个人是真的同学还是假的同学？真的。这是真的生活吧？这是真的事情哦，不是考卷上的一题哦，这是真的事情吧？你也可以回去啊。来。我说停就停哦，剪刀石停，好，不要动喽。现在是不是真的？现在是真的事情吧？真的哦，真的事情哦。中文叫做两雄相争必有一败，没错吧？这两雄相争必有一败，没有错哦。啊，英文怎么说？讲出来我们就放学了嘛。这是真的啊，他们两个人在猜拳啊。他们讲出来会什么东西啊？讲错会怎样？不叫我回去啊。讲错会怎样？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干嘛？他们两个人在猜拳，对不对？那你英文要怎么描述这件事情？你当然可以猜猜看，你为什么不猜猜看？我是不懂啊，因为你绿吗？说。Someone is win, but. But. Someone is not.
someone is not. 哦、oh, ，不对啊，为什么不对？你知道吗？因为赢好像不是一个动词嘛，它是形容词，对不对？不是，它好像不是形容词吗？它是动词吗？赢吗？一滴滴，你说 万一你拿着麦克风讲很烂的答案怎么办？就 someone will 错赛，对不对？ someone will 干戈，错赛。干戈是什么？战争。哇、oh.真的、啊、牛逼哦，懂了，干哥哦，懂啊，好好。英文来，把麦克风拿给胡妹妹。请说。Someone will win. Win 哦，那个字怎么念呢 ？Win。对，再念一次。Someone will win。什么意思啊？你可以不要再看白板了吗？你知道吗？这不是考卷哎。Someone will win 是什么意思？你就用你的最自然的国语讲。大家竞争。大家竞争。Someone will win 某一个人竞争。某一个人怎样？跟某一个人竞争。某一个人很，还是某一个人有，还是某一个人将啊？某一个人将赢。本你为什么又要再接本料？你为什么要讲的那么复杂、啊？你看着他们两个猜拳，谁会赢？某一个人。英文怎么说 ？Someone。怎样啊 ？Will win。这句话不就讲完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再讲本料？你本料要干嘛啦？又要干嘛了？知道吗？来，剪刀石头停格。英文怎么说 ？Someone will win。就这样啊，没有错吧？全班说一次哦 ，Someone will win。Someone will win。中文怎么说？两雄中文怎么说？两雄相争，必有败。你如果不要讲这么文言文的话 ，Someone will win 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有一个人会赢嘛，就这样嘛，对不对？不就这样子吗？会咯。啊，有没有人会输？有。啊，怎么讲 ？Someone will win 是有人会赢嘛，对不对？某个人会赢啊。那、啊、某个人会输，英文怎么说 ？Someone will not。Someone will not， 就这样啊。来，剪刀石头，哎，你们形容现在这个样子叫做 Someone will win， Someone will not， 知道咯。来，我听看看啦、啊。预备讲。Someone will win, someone will not.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Someone will win, someone will not. 刚刚猜拳很厉害。他猜拳很厉害，我会跟他讲猜拳更厉害。我跟他猜了一局，然后我就输了。一二，剪刀石头布。你看，你看怎么样？老师们，回去。我输了，请回去，请。我竟然输了。全班请起立。嗯，拳头很烂，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什么？世界有这么美好的？不敢相信什么？世界有这么美好的？你们要跟我讲话要大声一点哦。不敢相信什么？竟然有这么美好的事？有这么美好的什么事？你们有提早下课吗？应该没有，我也。现在8:25。哎，有哎。26了，你们有提早下课吗？有。还没有。有。有。你还在这里哎。老师也没有说下课不教室里哎。哦，你现在心已经离开这里了。心跳出去了。Someone will go home.Someone will go home。 什么意思啊？某人会回家。某人会回家。谁？就
哎，他举手表示他听懂英文咯。我再说一次哈 ，Someone will go home。Someone will go home。谁啊？举手的人就是 Someone will go home， 对不对？没错吧？哦，好了好了好了。Everyone will go home at 8:30。No， 你会在这边罚站四分钟。那已经二十七。不。那你会在这边罚站三分钟。两分钟多。对。No one will go home。嗯。No。不行。知道哦。Everyone will go home early。Early 是早一点的意思嘛，对不对？嗯。Everyone will go home early 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可以提早回家。那 no one will go home early。没有人可以提早。那 someone will go home early 是什么意思啊？某一个人会提早回家。谁？我。哦，举手这些人，今晚你就回家。同学再见。谢谢教我是。谁可以回家取决于现在举手的哦。你们信任谁？我。你不用了。你们信任谁？信任谁啦？信任我。信任谁？算。没有人，那我就坐下来等你们了。我啊，但我。我信任。那就 Eric 就好了。爱谁好了啦？你们爱谁？我是自恋。你是自恋。爱谁啦？我爱我自己。小米粥。小什么？小米粥。哦，我回家吃宵夜啊。你要吃小米粥。好。同学，我们今天只教了几个英文，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我。今天教英文呢。说得好。今天只教了三个英文字。一个叫什么 ？Someone。一个叫什么 ？Everyone。第三个叫什么 ？No one。所以我就说你爱谁嘛。你们爱谁啊 ？Everyone。Everyone 就是什么意思？全班下课。不是吗 ？I love everyone 是什么意思啊？我爱全班。全世界。好肉麻。那没关系啊。I hate everyone。你恨我。讨厌全世界啊。恨。I hate someone。我跟某人不对盘。I hate someone。你们是一个班叫做 we， 知道吗？嗯。We 啊。We love 什么？这是一种恶心的说法吗？来，我听看看，预备起。We love everyone。那 we love no one。We love no one。跟我讲一遍，哎，也不至于啦。也不至于。所以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we love no one。We love someone。对不对 ？We love someone。那个是答案吧 ？We love someone。Yes。Yes， 是哦。那如果是恨呢 ？We hate someone。那如果全世界你都恨呢 ？We hate everyone。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做 everything？
所有的东西，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 something？ 某些东西，有一个字叫 nothing， 就是没有东西，这样知道了？没有。你们喜欢吃什么？小米粥。小米粥。安静的带着你的书签，安静的离开。再见。再见。再见。哦，你们真的不懂。